个红包场，歌星是下来唱歌的，然后呢就是跟客人要小费啊，打赏。这个百合很多人打赏给他，大部分都是给100块。有一个客人给他5000。看那个后面小费，就帮他在那边拿红包。这是台北的红包厂情形是这样的。今天红包厂生意特别好。